我靠，居然是东皇钟，悟空这小子底牌还真是层出不穷啊。该死的，上天为何要如此不公，这么多的宝物怎么都落入到了孙悟空这个妖猴的手中，而且还给了他这么逆天的资质。通天，给本教主我滚开，再拦住我就休怪本座不念同门之情了。原始，你什么时候不念过同门之情，有我在，你休想出手对付孙悟空。燃灯佛祖，这妖猴已经没剩下多少力量了，一起出手，以无上的法力将他给震杀掉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无量佛光。在两大天道圣人的全力出手之下，悟空还在艰难地支撑着，虽然东皇钟的防御力量天下无双，但终究不可能将所有的攻击都给抵挡住，依然会有极小的一部分作用在悟空的身上。妖猴，天道圣人可以沟通天道获取力量，力量来源可以说是绵绵不绝的，你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。刚好本座看上你的东皇钟了，那就给我拿来吧。你完了完了，俺老孙的灵力彻底的消耗没了。特喵的，这燃灯死秃驴早不成圣晚不成圣，偏偏这个时候成圣，俺老孙还真是倒霉啊。孙悟空，今天就是你的受手之日。去你大爷的，俺老孙不想死，谁也杀不了我。阿弥勒个地界佛的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大言不惭，本座倒要看看谁还会来救你。降魔一掌，完了，躲不开了。看见你们，俺老孙可是乌拉拉舒坦死了。抱歉了悟空小兄弟，我们来晚了。悟空小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没来晚没来晚，来得刚刚好。另外师傅，您老人家怎么也来了？此等状况我当然得来了。师傅对不起。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才对，看见你陨落的那一刻我心里无比的懊悔，不过还好你居然复活了，这一次谁要是感动你就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你是准提佛祖？没错，就是本座。不过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准提了，而是菩提，孙悟空便是我最得意的弟子。好好好，原来如此，你躲了这么多年终于舍得出来了，看来这妖猴在你心中的分量不轻啊。如来，你篡夺我大乘佛教道果，囚禁我师兄阿弥陀佛，欺凌我的亲传弟子，这笔账也是时候跟你好好的算上一算了。七宝妙术。啊，弥了个地这佛的，准提，你今天是想要和我分出生死啊。如来，不管今天的结果如何，但我怎么也要和你好好的斗上一场，为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一些代价才行。好好好，今日本座就和你分出个高低出来。天道圣人之力，万佛灭世。圣人法相，天下同唱。圣人一战足以焚天逐海毁天灭地，双方的攻击直接就将三界的空间给打得破碎开来。而就在此时的悟空这里，四位新晋圣人将他给包裹在了其中，牢牢地保护着他的安全。阎罗，